什么礼物，要用什么温度才能走出这莫名其妙的浓雾。是否应该认输，是否应该结束，我想我应该别再哭、yeah. 谁来呵护，来想要的归属、啊、这应该不算太贪心吧。风有它的地图，叶子跟着跳舞，秋天来得好仓促、啊啊、不知不觉这世界只剩下我一直在等。那一天呢？